É com esta cidadania universal de valores e de direitos que Macau se manterá no encontro entre a Europa e a Ásia. Com isso, continuará Macau a vocação secular de mediador na encruzilhada de gentes, civilizações e interesses, e por essa via a reforçar a sua identidade própria.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在这个庄严的历史时期，我们深切怀念邓小平先生，他以伟大的政治气魄和非凡智慧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指明了正确的道路，美好的明天而不懈的奋斗。谢谢各位。 在这个庄严的历史时期，我们深切怀念邓小平先生。他以伟大的政治气魄和非凡智慧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指明了正确的道路。美好的明天而不懈的奋斗。谢谢各位。
各位国家领导人，各国嘉宾，澳门全体市民，朋友们，今日1999年12月20日